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乌龟的老牛在散步。明德老板，辣的，阿妈嘞？哦，没有，蓝小，蓝小。啊，都有。哪里？七七，这个斑驳。哦，便宜了，肉太贵了，妹便宜。不老脸。这个 different price, small one。不老脸。这个1.5元。啊。妹便宜了，这个斑驳。不老脸。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千，这个大哥俺给你5千。这个斑驳。斑驳。没人白干。这个 flower， 我还说他们叫我对我这么好，原来是卖东西给我。妹便宜了，妹牛太贵了。德佑路 no 不？妹马丽啊小姐没干部，妹啊马丽 BC 小姐 ，no no 标啊妈什么小姐 no BC。便宜啊，不是妹便宜，便宜啊，这个 same 比吗不了 same 5000，这个便宜，这个必须15000，这个也对，妹 lucky many 5000，妹 no good business 对不对，可没啊哪没啊，行阿哥阿弟不了起来，22，哦那行 OK OK， 都酷 OK 了。爹妈，爹妈不了脸。他叫得到。得到。他叫今年出。得到阿涛。啊？阿涛。没有，大哥。没有哦。大哥有食堂没？没这个，大哥食堂没。No。那个flower。不嘞。Tamarind。Sister。Cousin sister。得一起看。Cousin。Sister。结束吧，拜拜。我说对我这么好，原来卖东西哦，那也行，我买了一个5000块钱的。See you later， 哒哒，哒哒哒哒。民风淳朴的蒲甘人民，到处是佛塔，走在蒲甘的乡间小路上。到处是风景，其实很多美丽的景色需要我们去发掘。这可是世界文化遗产蒲甘啊，路上都看不到行人。缅甸疫情和政变到现在经济的萧条，所以从蒲甘就能感受到这种荒凉。但是呢，此刻我们能去体验一下1000年前的美丽文化遗产蒲甘，感受缅甸的不一样的风景，感受原生态的蒲甘。都是这些古树，老的树木，几十年和上百年，这是它的原始的路。